连接电源线，打开电源开关。压电插口支测压电喷油器，电磁阀插口测除压电喷油器以外喷油器。把喷油器安装在校验器上，拿出喷油器主线，一端连接电磁阀拧紧，另一端夹子线夹在导电柱上，下压校验器压杆，观察表盘数值和喷冲。把千分表、动态行程测量工具、喷油器组装。喷油器主线连接电磁阀拧紧，把喷油器固定在立式台前上，夹子线夹在导电柱上，点击动态按钮、时间按钮，观察千分表。灯灭后，三按钮皆可按。取出博士压电线，一端连接压电接口，另一端按入喷油器电磁阀内。向下按压校验器压杆，观察表盘数值和喷冲。